这个听起来很简单的问题，竟然还没有人找到答案吗？为什么鸽子是用走的，麻雀却是用跳的呢？很遗憾，这个问题目前科学界还没有解答。但有一个普遍赞同的解释，习惯跳着走的鸟通常都是相对小型或是常待在树上的鸟，因为习惯了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个树枝，所以到了地上也习惯用跳的前进。而小型鸟则可能是为了跟上大型鸟的步伐，于是选择用跳的加快自己前进的速度。但为什么不能用跑的呢？